观众朋友们，同学好，同学好，欢迎来到并肩热线。还有了没一天就要开学上班了，哪个心里想是不是慌了不得了呢？就了那慌的抽钥匙的辰光，阿拉并肩是稳的不得了，因为阿拉好一直收到元宵节，今朝搿只视频就专门来拉仇恨的。还没养小赤佬的人啊，到搿搭已经可以考虑拿视频关脱了。葛末为啥呢？因为接下来啊，是一个家长辣盖教自家的小赤佬哪能去掏红包的视频。囡囡，侬勿好搿能啊！我勿是帮侬讲过交关遍了吗？人家拨侬红包，侬一定要老有礼貌，讲谢谢人家，否则明年拨少了哪能办？后年勿拨侬了哪能办？对伐？昨日子我帮侬数过了，到今朝为止侬已经拿了50000块红包，比去年还少了10倍。侬今年是勿是讲错太闲话了？人家拨侬红包的辰光，侬是哪能回答人家的呢？恭喜发财！侬看，我勿是帮侬讲过，平常勿要用自家的声音去帮人家讲吗？肯定要吓着人家，对伐？只有讲闲话老可爱的小姑娘才会能拿到大红包，侬晓得伐？好了，现在再讲一遍试试看。恭喜发财！哎，对了，跟人家问侬几岁，侬哪能回答呢？我6岁了。咦，搿只声音哪能又变回去了？爸爸勿是刚刚帮侬讲过吗？6岁了。哎，搿就对了。别过侬下趟开脱一半讲3岁，因为侬拿自家讲小几岁就可以多拿几年红包，晓得伐？嗯。亲戚永远都勿晓得侬的真实年纪。爸爸昨天再帮我的大伯伯讲，我只有18岁，还拿了只红包来。侬要晓得，爸爸妈妈拿侬养出来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拿眼钞票统统拿回来，侬晓得伐？哎呦，侬一定要老明确客户的需求，勿好帮所有人侪讲一样闲话，要有得针对性，晓得伐？嗯。就比方阿姨只别头是做过的，侬就要注意隔壁头当心会把人家看出来。你爸爸近腔辣盖闹离婚，侬就可以注意尽快一家头来生活。小娘娘家高里头只手差个被人家摘脱，侬就可以注意下趟只被人家摘2只手指头。搿么姑父哪能讲晓得伐？所以快点拿上海闲话推广出来。哎，对了，聪明。还有爸爸一开始是勿是帮侬讲好阿拉5分账了？有得10万，我5万，侬5块，老公平的对伐？侬勿是一直老想要争取买箱子洋娃娃吗？搿侬只要赚到100万红包就可以买到了。离春节结束已经没几天了，阿拉两家头最后再一道冲赌好伐？达勿到哪能办？勿得假的，侬只要尽力就可以了，80万保底好伐？最后再拼几，阿拉争取一天保10家，好伐？到辰光去买洋娃娃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今朝的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，大家再会。导演啊，搿能拖辰光呢？我觉着是勿是勿大好呢？咦，侬勿动呀？侬勿动，观众就会得以为自家只屏幕卡牢了。你动都勿动啊，好叫跟侬比两个女人哦！你眼睛勿要闪啊！哎啥？哎。